今天要说的作品是《风光》，这是当代艺术家杨清扬的清先生2009年创作的一幅架上作品。作品的尺幅是80×60厘米。这里是签名。作品叫《风光》，也的确渲染出了一派中国水墨似的风光图景。但一如好莱坞大片一样，山石是假的，风光是人造的。我们听惯了无限风光在险峰，如果发现努力攀登、超越、拥抱的却是一个精致的秀场，我们是否会像哀伤的尼采一样感到难过？不是因为被欺骗，而是因为再也无法相信。这就是当代艺术家杨清扬的清先生的架上创作《风光》。